错，这个所在就是咱中华民国的总统府，这个已经使用百年的建筑，就是咱台湾的国定古迹，只是咱拢无去甲伊注意。我们的从前置作业不只是一个月，还有更前面一堆沟通啊，到现在，然后等一下我们会有半个小时可以跟我们的小英总统可以来对谈。然后今天在这个场地啊，平常是接见国家级的外宾，所以等一下我们可以在这个场地访问，这也是所有行脚节目第一次头一次特别来这总统府来对。国之重器几乎是很少人会亲身去摸到这个国旗。哇，慢慢拿起来。哇，我摸到国旗啊，真正高啊！哇、哦、哇，站在这边你可以完全俯瞰这个台北红地啊，当时是全台北最高建筑，全台湾。在台湾的故事，源自第一号古迹。11月1号晚上10:30，三立29频道。